哦，G G Bot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t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t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巨巨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巨巨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巨巨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决战的胜利，上！哎哎！啊，好险的！这是火山里面吗？这些岩石下落的速度怎么这么慢呢？难道真的是时间之源延缓了火山的时间吗？紧急报，我们较量还没有结束呢。哎，雷光拳，唐人强还不赖吗？哼，废话少说，出招吧。哼，轮到我反击了，哎，夜龙刺！没本事你就追我吧。好。哎！狙击爆！今天我要彻底的打败你！暴雷剑击！烈焰飞！小心呐！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啊，你还来呀？哎！门员们，他们怎么还在打呀？我可不想待在这儿了。哦，莫比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的瓢虫机甲是可以飞的，我们可以飞出去啊！刚才那么危险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出来呢？真是猪脑子！哦，我觉得你比我长得像猪啊！你，一会儿带我一起飞出去吧。哦，你变得可真快。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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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的雕像，啊！时间之源，时间之源终于找到了，我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。黑博士，你不能把时间之源带走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时间之源延缓了火山爆发的时间吗？如果你带走了它，会给积木世界带来大灾难的。不用管积木世界那些笨蛋，你赶快给我让开。黑博士，你果然不是好人。
周周侠，你是个可造之才，我会把全部的本领都传授给你，让你成为统一超级拼装术和黑暗拼装术的第一人。超级拼装术是我爷爷发明的，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，就是为了救助弱者，维护世界的和平，我才不会学你那些邪恶的拼装术呢。哼，既然你不为我所用，那我只好消灭你了。啊！哎哎，赤焰飞刀，自量力。带着你仅存的光荣消失吧！啊！啊！毁灭风暴！向我低头求饶，再说几句你爷爷的坏话，我还可以救你上来。爷爷是积木世界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，可以说他就是正义的象征，也就是代表了勇敢和善良。英雄？呸！虽然几句坏话根本不会破坏爷爷的形象，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说一句的。看你嘴硬，看着。因为正义是不能被侮辱的，勇敢是不能被侮辱的，善良更是不能被侮辱的。超人强，男孩子可不能哭鼻子，掉了两颗牙齿也是可以当英雄的。真的吗？你看我现在也少了两颗牙齿，一样还是英雄。意义爷爷，意义爷爷，周朱侠，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吧。你想干什么？超人强，你也想造反吗？波比、大太，我们为了正义一起和黑博士拼了。是老大，超级拼装。虽然这句话从老大嘴里说出来很别扭，不过还是让我很感动啊。超级拼装。负责救人，波比负责掩护。是。哼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啊！按我的！呀！看我的加农炮！哎！不自量力的家伙！以为正义现身了，啊！波比，哦，波比，波比，不自量力的家伙，黑博士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哈，哎，毁灭风暴！
城墙。哦哦，可恶！啊！哎呀！谁也救不了他。啊！啊！老大，我来救你了。啊！蓝雷机甲，你们这些小臭臭，受死吧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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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就是你们拼装学院的末日。爷爷，住手！爷爷，你帮爷爷。哎呀呀，我的腰啊！哼，我今天的收获可真是不小啊！如果没有圣者炎龙，你就是一只小臭臭，受死吧！哎呀呀，我的腰啊！哼。时光减速，哎嗨，不要。哇，爷爷好厉害呀。爷爷爷爷爷爷，小猪猪，爷爷乖孙子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快跟爷爷一样高了。好，还是超人强发育的好啊。虽然我比吉吉豹强壮，但是却做了很多错事。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爷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哎，当年我找到时间之源的时候，发现它非常不稳定。为了防止整个积木世界的时间被打乱，我只好用自身的力量把时间之源封印在火山里，并进行修复。哦，那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头吧？头发都比以前白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一会儿去理发店染染头发。你说绿色头发好看呢，还是红色头发好看啊？没想到一级爷爷四手空拳都这么厉害，我不用装死了。一级老师，一级老师，壁虎老师，一级老师。啊，一级老师，你们也来了。爷爷老师，爷爷老师，爷爷老师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迷糊老师怎么比我还像孙子呢？嗯，校长，校长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没关系，这也不能怪你，当初答应了爷爷老师要誓死保守这个秘密。辽阔的森林，落下一片雨，传来的声音淅淅沥沥，是雨点在拥抱消息，思念的旋律，不言不语。天上的浮云，晨风和星星，倾听小草慢慢钻出大地，绿色的旋律，我的声音。